诗篇第十二篇一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帮助，因为虔诚的人断绝啦，世间人的中间，忠信的人无啦，人人甲厝边讲白话，因讲话是用甜蜜的嘴唇，甲软柔的心。囡仔甜蜜的嘴唇，甲讲大话的嘴，耶和华要挂断。四节，因勿讲，我要用嘴来得胜。阮的嘴唇是阮家己的，什么人会做阮的主啊？耶和华讲，因为困苦人的冤枉，甲善良人的偷窥，我现在要起来，将伊安置伫伊所切切心无稳当的所在。六节，耶和华的话是纯全清气的话，亲像人伫土的路中锻炼过七摆。耶和华，你要保护因，你要保佑因，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。无重用的人，伫世间人的中间成权，就有歹人，各所在伫行游。